我们每个人都属于自己的人生，你也一样，所以不要去背负那些不属于你的东西，更不要被那些东西蒙蔽了自己最真实的情感。说不定下次见到他的时候，你可以对他笑一下。笑一下？嗯，你不知道你笑的时候特别好看吗？而且我想你爸应该也很久没有看到了。我还有听说每个父亲都会守护自己女儿的笑容，为这件事情奋不顾身，说不定你笑一下，他就会充满泪水的来找你忏悔。我才不要他什么忏悔。那就不要忏悔，你就不管你想要得到什么，你都可以得到，好吗？书要给你看，对，这是那个可降解支架的最新读物，然后深色的地方我都帮你做了备注，有任何问题都可以问我。这个书我知道，哎，这个我看网上特别多同学推荐，啊，但是我一直没买到。石哥你真的很厉害，什么书你都有。不好买。这个我